迎接虎年到来，田中镇各界举办伏虎庆元宵彩街嘉年华活动，特地聘请专业老师指导社区及各公所员工制作灯笼。经过一个月的研习，学员们的作品首度亮相并进行评审。本次花灯比赛开放各界自由创作，参赛作品共40件，评审标准包括造型、色彩、创意、灯光及技巧、环保素材利用等等。所有作品将于田中镇内的各公共场所展览。这次田中镇公所特地在这个乾德宫庙前举办这个元宵的这个花灯的制作的这个表扬。我们今天就是特别邀请全国知名的这个林老师来这边教导如何制作大型的花灯。田中镇长郑君雄指出，作者将装矿泉水的宝特瓶底材料，再以剪刀将瓶罐外围剪成整齐的长条状，把近百个瓶罐堆叠成立体的半球形，中心点的黄光灯泡点亮，外围再点缀 LED 灯，经由光束的折射，整个灯笼更显得耀眼。这个由萧炉村制作名为花开富贵庆元宵的灯笼，因为创意十足又有环保概念，获得所有评审的青睐，获得首奖。艺术环保这个花灯的制作可以说起来非常的创新，非常的有点子，也非常的环保，尤其是各社区各机关各团体还有我们更松所的同仁，大家同心协力共同来制作。乾德宫每年都会举办元宵灯会，每年的灯笼都购买现成或委托学校制作。今年聘请环球技术学院商业设计系讲师陈高明前来开课，各社区及公所员工近百人参加，学员学以致用，创造出令人惊艳的花灯。这些花灯将在乾德宫展出，主办单位希望透过专家指导，把制灯技艺传承下来，明年能有更多精美的作品呈现，并推展灯笼民俗技艺成为示范乡镇。